人类学的分支 Molecular Anthropology 分子人类学是在人类亲族等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新型交叉类学科，利用分子水平的遗传信息分析人类起源，当代和古代人群的演化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主要方法是比较 DNA 序列或是蛋白质序列，早期的方法也会包括血亲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考察在不同人群中的 DNA 序列，科学家可以判断有关种群之间的或是群体内部的亲密关系。基因构成一定的相似性，能让分子人类学家确定不同的人群是否属于同一个 haplogroup 单倍群，从而确定他们是否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理发源地。它允许人类学家追踪迁移和定居的模式，这让洞察现代人群形成和未来将如何继续发展提供了帮助。第四纪冰期灭绝了最早居住在东亚大地上的直立人，如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以及早期智人，如山西的丁村人。大约在20万或者1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晚期智人。Tengo que abrir
晚期智人分两批，踏上了对地球的发现之旅。最早走出是 C 基因的棕色人种和 D 基因的矮黑人种，并到达亚洲大陆。棕色人种的基因，目前鄂温克族仍有 65% 的 C 基因，其他如蒙古族 55%， 哈萨克族 45%， 达斡尔族 31%， 清代因新疆的达斡尔族来自索伦部而被称为索伦族，并迁一部分族人至新疆塔城地区驻守边防，主要分布区域内蒙古、新疆、黑龙江。至于矮黑人种的 D 基因，安达曼族最高，而藏族则具有 50%。
Thank you.
二批走出非洲的为黄与白人种，白种人留在了西亚半岛。在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被爱慕她的宙斯带往了另一片大陆，后来这片大陆以她命名，也就是现今的欧洲。根据这个神话，欧罗巴为欧洲最初的人类。关于人类来源的说法有很多，像各种神话传说、宗教经卷、现代科学研究等等，甚至还有外星人造物论。根据他们的说法，黑色人种来自木星，棕色人种来自土星，白色人种来自金星。哎，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西游记中的太白金星跟这是否有关呢？而我们黄色人种则来自火星。分子人类学 Molecular Anthropology 认为，黄种人分为氨基因和欧基因两种。氨基因的因纽特人早在很久以前就跋涉到了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并与早期到达这些地方的西基因棕色人种混血。21世纪初，蒙古发现的匈奴古尸骨以氨系基因为主，这证明匈奴与现在因纽特人存在着血缘关系，只是后来在汉武帝时期被逼西逃，而当今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仍然保留了 27% 的恩系基因。92% 的民族基因为 O， 又分为 O1、O2 和 O3。 关于 O1 百越，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按照地理分苏浙、福建、两广、越南北。民族主要有壮族、瑶族、布依族，他们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历史上，他们曾建立过盛极一时的越国。汉代刘向《说越》中记载了古越语发音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披好兮，不姿垢耻。心己烦而不觉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山歌，庄稼人们爱唱歌，唱的山歌流成河，山歌唱的人儿醉，越唱越红火。过来了六盏灯，灯西灯、阳灯、油灯、猪灯、马灯、鲤鱼灯。
天六盏花灯有灯明，让我唱个那热味丁。这金鸡抱小灯，黄龙春耕灯，三阳开泰灯，肥猪拱门灯，战马奔驰灯，年年有余灯。哟，这边又过来一对灯，仔细瞧，这个嘴冲天的芝麻灯，咧嘴笑的棉花灯，笑弯了腰的谷子灯，笑红了脸的高粱灯，还有那么一盏玉米灯，它是一嘴胡子把嘴崩。风调雨顺好年景，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咔，对面又过来一对水果灯，柿子灯，黄灯灯，苹果灯，红彤彤，橘子灯，粉灵灵，烟梨灯，金生生，葡萄灯，紫莹莹，蜜桃灯，毛茸茸，西瓜灯，绿葱葱，香蕉灯，脆丁丁，黄灯灯，红彤彤，粉灵灵，金香香，紫莹莹，毛茸茸，绿葱葱，脆丁丁，那真是五颜六色香味浓，玲珑剔透巧夺天工。我刚刚看罢水果灯，一扭脸哟，在那墙上挂着配对灯，单只见龙吟灯对着虎啸灯，凤翎灯挨着麒麟灯，金象灯照着金鹿灯，荷花灯过着鲤鱼灯，虾米灯追着螃蟹灯。这还有那么一盏龙舟灯，玲珑宝塔两盏灯，两个宝塔两个样，它是一盏黄来，它是一盏红。这个黄塔顶上挂仙灵，红塔顶上挂银铃，风吹塔顶塔灵明，这个风见塔顶灵不明，春风刮那么整三阵，这个金莲银莲一起鸣，金铃一响叮铃铃铃铃，银铃一动哗啦啦啦啦，叮铃铃铃铃，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叮铃铃铃铃，嘿，他的金碎银还是真好听。抬头看，各兄弟民族朝前走，他们排上了队伍，浩浩荡荡往前行。这里有汉族，有满族，有回族、维族、蒙族、藏族、瑶族、苗族、白族、哈萨克族，各兄弟民族来赛灯。他们步伐矫健，昂首挺胸，都是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春风。地下的花灯美景我赏不尽，天上又赛起了炮打烟火盒子灯，叮叮叮叮，飞流萤火空中散，哗啦啦啦，火树银花挂空中，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五彩缤纷耀眼明，这千条瑞彩织成了画，可是万缕金丝织成了灯。咔，天女下凡灯，体态多么轻盈，天女散花灯，花瓣翻了九重，树着烟火成天景，点点神花显神能，霎时间霎的烟红多么耀眼，映红了新春家庭的万盏灯。看花灯，逛花灯，数花灯，赏花灯，我们歌唱花灯，放花灯，我唱到这里算一遍，我祝大家阖家欢乐，心想事成。值此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代表人员流程如此中华文化2021春节特别节目组的志愿者在这里给您拜年，恭祝大家牛年安康，如意吉祥。人员流程携手共进，我们下期再见。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鹏，我来自美国加州。最近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邀请，作为嘉宾，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夜晚的旋律制作团队向观众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您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杨曼，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给全国人民拜年了，祝全国人民五福临门，国泰民安，当朝不让，你好牛，给您拜年了。我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给全国人民拜年了，祝大家牛年大吉。大家好，我是王哲，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代表如此乡音中华文化经典导读的所有志愿者向祖国人民拜年，祝大家牛年吉祥，一切如意，心想事成，新春快乐。